解吗？对，二 P 的三 P， 谢谢。好，那这样总共是12000。哎，一瓶水 ，Hello， 12000一瓶水，这每次还喝过。啊，我中校都用起酒变口太渴了。哎，啊，你再拿上12000，就是12000。好，我要给你一分钱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要表演一个东西给你看。表演。最近不是有一个很红的挑战叫踢瓶盖挑战吗？有没有听过？这没有听过。那我先表演一下。你要表演吗？我表演。嗯，我要踢哦。你刚踢哦。你还是给我一星好了。给你一星。对啊，给我一星。你哪来踢瓶盖？那是太难了吧。红军社，对，那我赶快帮你们说表演。不想不要，不要啊！因为你就没踢成功。啊，我真的不会踢嘛。哦，我问大家好了，大家想要看红军社表演还是我踢瓶盖？我踢瓶盖。注意啦，我就是要做答案。好，那是不是踢完瓶盖就可以看红军社表演？嗯，应该可以吧？不然你踢嘛。好，我踢啊，我踢啊。好，我都要踢哦，我要踢哦。第一次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很紧张，为什么我把他踢？你们紧张吗？你们觉得他踢得到吗？你们觉得我踢得到吗？踢得到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了。